好，那我们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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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师父好，师父好。那我们就接续昨天的课程啊。那昨天我们是讲到这个，一样是第四章第二节中的第四点啊，从生灭门入真如门，就导师的说明也是算是总结这个从心生如门。还有新生命门的要义，那落入于实践。好，这边论的文就提到了啊，就是我们观世间的一切法，从早期佛教，佛教导佛弟子去修行，一样是从我们五蕴自身去观察。那五蕴自身是包含的色法跟心法，乃至我们可以了知的外境，或是所认识的对象，所观察的所缘境。不出所谓的六尘境界啊，那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心所起啊。那心本质上是没有形象啊，它没办法去，它不像色法有占有空间有执爱啊。心本身是没办法哦，是属于心法的啊。那这边就有个譬喻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啊，将东方认为是西方。错认西方，可是方位方向实际上它不会因为我们的错认或是我们的迷失而改变。那真如心呢也是如此啊，虽然众生无始受无明的迷惑，造成心有这个升起哦，有这个所谓的妄念啊，那实际上心本质上是不生不灭，也没有妄动啊。所以，如果可以观察这个所谓的念啊，念呢，就是我们对所缘产生的一种认识、一种观念啊。那而且这样的观念会留在我们的心识里面啊。我们认识的啊，这个水果叫苹果。那之后我们只要想起苹果那个影像啊，那种概念就会呈现在我们的心识上啊。所以这些啊，所谓的所缘境乃至心，本质上都是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或是没有所谓的妄动，就可以这样的观察，就是随顺于真如法性的观察。那这样的观察，就是可以驱入所谓的真如门啊。所以从众生五蕴自生，或者是从心升起的生住意念相去。观每个阶段，每一个法，皆是无自性不可得啊。那这样观察虽然是分别啊，这样观察世俗的观察，可是这样观察是可以朝向所谓的圣意，朝向所谓的真如法平等性。好，这个是属于第四项。接着呢，就是第三节啊，第三节要说明的是对治邪执。那总的来说，是依着所谓我见而生的两类的执着或者错误的认识，一个是从人来说，一个从法来说。那所谓的人，它又分为两类了。好，这边就讲了依我见而生的邪执。那人我见是分为五类，那这五种的所谓人我执，是凡夫学为大乘法。对大圣经的要义产生错误的认识，而分别起而生的啊，这个叫人我执。那法我执实际上是二圣顿根啊，就是对世尊说要观这个五蕴和合的当体，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个体，可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去观察这五类的法，就是五蕴呢，到底是实有。存在吗？啊，他没有进一步观察，所以他产生错误认识，这个叫法我执啊。所以
这边的人我执、法我执，跟我们之前或者其他学派所主张的这种人我执、法我执，定义上不一样啊。那这个是分别起，相对这个最维系、最根源的无明来说，这样的人我执还是比较粗显的了。好，接着呢，它所产生的错误认识是围绕在所谓的如来法身，或是真如如来藏这个内容上产生错误认识。第一种是听到或是看到经里面，像这边所列的真如法身毕竟寂寞，那有如虚空，那这个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所以用虚空来譬喻这个真如或是如来的无为性啊。可是不知道是为了众生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文，他不知道是要来破执着的，反而就认为这个虚空就等于如来的本质啊。那这会有什么错误？因为虚空它非真实的，它是跟色法相待安立。我们昨天有看到导师书上用，墙壁上如果把它凿穿一个洞，有洞就出现这个空相显现。可是如果将这个洞补起来，就没有所谓的空。所以这个虚妄啊，虚空相，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不变的，它是依着色法相对安立而存在。那我们知道一切法不止色法，心法一样都是依着这个真如性而成立，所以可知虚空依色而存在，色又依心而存在，所以呢层层的观察知道这个虚空相非真实。所以如果将虚空就等同于这个所谓真如如来藏的话，那就是错误了。因为这个真如它是不生不灭。好，接着呢是第二类的众生。第二类众生一样是对这个所谓诸法毕竟空，或者毕竟体空，这个体空呢等同于所谓的涅槃真如之法也是空了。那就有中大圣有中来说，或是这个真常大圣经来说，空呢是没有的意思的。那真如涅槃说空是它本身没有烦恼，并不代表它本身没有具其他的法。实际上这个真如法身它自体不空，而且是具足的无量的清净的功德。好，这是第二类。前两类主要是对这个所谓的真空产生错误的认识的，对空就是真如如来这样的空义产生错误的认识。前面我们在讲新真如也有提到，讲这个如来藏如实空，空的部分是说它从来不跟一切虚妄杂染法相应，或者它本身不生所谓的虚妄杂染法。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实不空。如实不空的意涵是说明它包含了无量的称心功德。所以接下来的这种三四五种人我执，主要就是对这个所谓的妙有产生错误的认识啊。既然它具有这个所谓的无量的功德，那是不是就有所谓的色法、心法个别个别的差别相？实际上没有。我们说这些所谓的无量功德，实际上是翻这个烦恼而成显的清净相而说。所以我们说翻无明有什么大智慧光明义等等。好，这是属于第三种。那第四种一样，既然这个生死杂染法还有一切法都不离真如，甚至杂染法依如来藏而有，那是不是这个如来藏本身具有这个所谓的生死法呢？那实际上跟前面的一样的意思，就是它本身是不跟所谓的虚妄杂染法相应的，所以它是唯有清净的功德，无始跟如来藏不相离，而且不断，没有断，没有间断，而且不异这个所谓真如平等性。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心真如那个内容一样，一个如实空如实不空所演
所涵盖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前后可以参照的，参考的。好，第五个是说，依着如来藏有生死，那依如来藏得涅槃，那这样的理解就先有如来藏，之后有无明嘛，那就等于说众生就有个开始。那等我们修行到最后所谓的涅槃，涅槃又恢复到如来藏清净的状态，那好像是如来藏或是涅槃有终了、啊。那这时候呢，这样的涅槃、这样的清净的状态，又跟一开始说真如自性清净心而有无明，又好像又一样。所以等于说成就佛了，断了烦恼之后，恢复了清净的状态。因为我们错误认识，所以认为啊，这个真如又生无明啊。这时候呢，佛可能又还作众生，所以就要跟他讲，实际上。无明是无始有终，可是真如它是无始无终，所以不会说得到了清净的涅槃之后还会变成生烦恼做众生，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好，这是以上是五种的人我执，前两种是对这所谓真如如来藏的空产生错误认识，第三四五种是对这个所谓的妙有产生错误认识。好，接着是法我执，法我执主要是针对二生顿根，就是说佛只跟他们说偏说或是强调所谓人我人无我，可是他没有进一步的观察这个法实际上也无我，所以要跟他们讲实际上这个无因法它本质上是不生，不生就没有灭，所以它本质涅槃、所以也不应该执着有这样的无因生灭法，因为执着无因生灭法，见有这个所谓的无因生灭法，就会害怕苦，赶快想要离苦得这个究竟安乐。好，这是属于破法我执。好，接着是总显，总显是从我们讲义的326页开始，这边是复次究竟离妄执者，当知然法尽法皆悉相待，无有自相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智非事，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其止去者皆为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智故。那这边实智就是真实智圣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净智，清净的智慧。那也可以说就是无分别心、或是无分别智、那本论是要用一心来阐释恶门嘛，那在修行实际上也是要恢复心本质清净的状态、所以念、这个念虚妄分别念的念、它就是会是有烦恼的、所以只要有念呢、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所谓的烦恼相应。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讲义的326页、好，看导师的说明、好，本论显证破邪来成立如来藏缘起义、那显证破邪就是在第四章第二节、先显证嘛，那第三节就是先破邪止、那这边算是总浅、那所以就是不是只有所谓的人我执、法我执而已呢？因为这边导师说到嘛，所谓的人执、法执，实际上是分别所起的少分呐、分别所起，那有时候我们佛教常有一个词叫什么所知障啊，意思就是说，如果读了太多，反而是一种障碍。可是不应该是如此的啊，应该是说，有个语词很像智慧，智慧在现代人的使用上、报章杂志上都有用到，可是一般在解释智慧大概是说、很聪明 IQ 很高啦、那可是佛教讲的智慧并不是借由世间的学问，我们从小到大，从国小乃至到大学，那更深入就研究所乃至博士班，我们研究这些所谓的世间的学问、增长的知识，乃至对现代人类的科技的发展都很有帮助。
可是学这些实际上没办法帮助我们佛教或者增长我们佛教智慧。我们讲佛教讲会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嘛，会有分几类。第一类是什么？生得慧，就各趣的众生所生与生俱来的智慧。那当然这个与生俱来的分别觉者这个能力呢，是依着过去的因缘，所以每一类的众生是不太一样。不过总的来说，人类他可以接受吸收这种知识或者这种学识 的比例是比较高了。那除了这个所谓的生得慧之外，还有所谓的加行慧，那最后才是所谓的现证慧。现证慧就是无漏慧，那也可以说这个是可以体证实相。如果用本论的语词，就是体证真如法性的智慧。我们前面叫圣智啊，圣者的智慧，无漏智。那重点是在中间这个所谓的加行慧。所以刚提到用世间的学问，就算读到博士啊，或者是博士后研究，乃至是一个大学者啊，学术研究很高深啊，这个大教授等等啊，可是呢，实际上的他所学到的世间法的这些，可能对他在世间上的名闻利养乃至成就很高，可是跟佛法的智慧没有关系。因为所谓的加行慧是用佛教的方法加功用行，就是我们常说的闻思修到正，正就是无，就无漏智，就是现证慧。所以闻思修所闻的，如果一的导师在学佛三要讲的闻所成慧啊，并不是我们听世间法听了什么，如果从数学来说什么微积分或者其他的科学的知识，这些实际上跟我们可以成就闻所成慧是不相干的。闻所成从早期来说就是要了解所谓的三法印或者大乘的一切法空，如果依这个本论来说就是要了解一切法归于真如平等性。所以听闻这样子而产生的这种理解，这种智慧叫闻所成。那进一步的没有借由师长善知识的教导，我们在自己在一个近处有办法去思维 这些深深的法义，所得的智慧呢，它才叫做师所成。所以闻所成慧呢，实际上就是已经证见具足了。师所成之后呢，就是要付出于身与意，所以是叫境界具足，自然而然会去持守不违犯众生乃至帮助众生的这些善行。所以智慧这个词呢，并不是现在大家通俗所认知，我一直说通俗的意思就是一般的，不是佛教徒，就是一般所使用的那个语词，大概是等于聪明。佛教讲的智慧就是无我，如果以本论来说，就是你要体验体证或是理解这个真如平等性，这个才叫做智慧。所以呢，这些要破除邪执的，前面所讲的人执法执实际上还是属于少分，接着呢，就是要总的来说要破除这最维系的妄执，那接着就是要讲这个最维系的妄执。那最维系的妄执就是无始无明了。好，那接着先说明先观察，究竟要舍离这些妄执，应该要先了解到所谓的染法净法，实际上这是相对的安立，就互相而成立。那在般若经上有提到无有自相可说，实际上就是不能执着一切法或是各个法的个别独存的自体。那在注脚587我是找了一些类似的啦，这句话似乎没有这么直接对应的。那自相呢，就是自己的存在，那这些我们所知的染净法都是相对的存在的。对净法来说染法就是 有一个对照组啦，如果都没有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是清净哪一个是杂染。世间言说上是如此，所以说我们说离嗔呢就有办法升起痴，
所以慈跟嗔是相对的。所以当我们要说帮助众生，我们常说呢，父母都是为小孩子好，所以要打小孩子。这个就是这句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打人的当下真的不会起嗔心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可是算是题外话了，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为别人好或者为自己的家人好，实际上都是从我们的角度而说的。所以基本上这种是相对法。所以离嗔起慈，离这个无明起升起智慧。那另外的这个右这边实际上应该是另外一个分类的。前面是南法净法相对安立嘛，所以有这个所谓离嗔升起慈悲这样子。那这些开始就是说因界而生定，因定而发慧。这个实际上就是善法的延续生了。另外一类就是因贪起嗔，我们喜欢的东西升起贪心，可是得不到的时候可能就起嗔心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染法净法自类相生，就导致这边所讲的，就算自类相生它也是相待的，它并不是相待，就是条件合合可以存在可以升起，如果没有相待，它自己不用靠其他的法它可以存在，那个就是所谓的自性，它就是不依靠其他的缘，它可以自己存在。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如果就会让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实在真实感。所以世间法不管是清净法还是出世间的应该说世间的有漏杂染法或者是出世间的清净法，实际上也是相对安立的。好，那进一步再推求，实际上一切法都是自性空，而且是毕竟不可得。一切法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总的来分，就是染法跟净法，那又可以进一步的区别，它是分类的不同，有些可以说是色法，有些是心法，所以色心也是相对的存在，相对的安立，它并不是有个实在的体，所以呢，从本以来非色非性。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实际上就是要了解一切法归真如平等性，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会去分别这个所谓的色法心法。另外的，再说明到智跟事也是一种分类法。事呢是了别，是有漏的杂染法。那智是觉知清净的无漏。所以智跟事呢也是相对成立的。所以推求呢，它并不是有真实存在的智或是真实存在的事，所以这边都是要去超越，或者是要去知道，去观到这个一切法非有一个实在性。好，另外一类就是非有非无。那如果说一切法是有，可是呢它没有一个自体可得，这边所谓的没有一个自体可得，就是它没有一个独存性实在性。可是你说它是无呢，可是它又现起这种作用，就像下雪的时候，我们堆雪人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动物人，可是等太阳出来，雪融掉了，你说它有这个实在性吗？实际上没有，可是我们在堆的时候还是有这个真实感。那实际上世间的万事万物也是如此啊。不过呢，我们在一个长时间的稳定性，我们把它认为是实有，就像我们坐的椅子这个用的这个桌子，相对的稳定性，你会认为它实在，可是实际上它也一直在改变。所以非有非无并不否定它的产生的作用，还有它可以看到的这种时间，就是某一个时段是可以看到一个固定，看到类似一个固定的体。强调来说，这边是要强调它不是真实的有或是真实的没有的。所以呢，一切都是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说。那
也没有个别个别法的特征啊，那法的自相不可说，不可得。好，接着是说禅宗呢，就是绝对的唯心论，这边大家再自行看一下。那既然这个诸法实相真如平等性是不可说不可得，那凡夫怎么有办法呢？这个就是属于佛的大善巧大方便。那佛用这个众生可以了知的语言引导众生修行，因为众生呢没有借由这个所谓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很难了知佛体验到这个甚深意，所以言说的这个宗旨主要是要了让众生可以离念，因为离念心离念就归于这个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自信清净，不生不灭。所以因此呢，学佛呢就是要随顺佛教导的本意，那要随顺观察所谓的念无自性，不然呢越学这个分别妄念越多，实际上就违反了佛说法的真意，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必须要去观察的了。所以不要觉得说不要学那么多了，因为学那么多越分别那就变成是所知障，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学越多越分别，而是我们的分别随顺于世间的分别。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嘛，这个所谓的圣意的光慧，虽然叫圣意光慧，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无漏智，它是随顺于圣意的观察，随顺于圣意的分别，那还是要分别啊，就是要分别一切法空无自性哦。那这样子的分别观察，虽然还是属于世俗的，还是分别的，可是这样的观察是可以随顺于圣意，可以引申这个所谓的无漏智嘛。刚提到闻思修正。闻所成就是将所听闻的佛法跟所谓的三法印一时相应相应之后，不借由人的教导，我们自己有办法独处在安静的时候去思维这样的法义，或是观察法皆是无自性空，乃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再进一步就是在定中观察法一样跟这个所谓的三法印一时相应相应，那再进一步深刻的观察而生这个所谓的无漏智，无漏智才可以去除烦恼，得了一分清净。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分别或者说所谓的无分别，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学什么都不用了解自然就会生起来，不是的。导师的书上啊多次的强调了，在印度的中观、印度的瑜伽论或是这个唯识学派，他们都是有这个次第的，并不是像到中国这个所谓的原教或是禅宗什么都不思不念就可以升起无分别，将这个无分别好像就什么世间的道德伦理善恶都不用去管，并不是，反而是你真的看到所谓的无分别，了解无分别的意思，或者知道佛教讲的空的意思，讲智慧的意思，就应该要随顺于我们各个所居住的环境，人类所共同要遵守的这些所谓道德规范、规矩、法律。可是呢，我们将这些所谓的道德规范，所谓的人事物，不将它直为实有，就等于说了，道理上要懂，实际上要视切。台湾有一句话什么接地气，就是不要把道理讲得太深，可是等落实的生活上的时候，反而就是不注意这些该注意的这些行为。好，接着看下来，所以学佛法呢必须要懂得借由这个所谓文字语言的方便，否则就念一切法，你不管是色法、心法、染法、净法、有无法，只要有这些念，念就是动嘛，那有动就有变异，有变异就让心生灭。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
空虚空相跟色法是啊属于分位而显现的。这边的分位就是属于阶段性，因为它有时候让心升起有这个空相，一下子没有这个所谓的空相啊，虚空相啊，所以只要有念的作用，它就是妄动了，它就是变异，所以呢，心有生灭就没办法证入这个所谓的真如实质。那这边就两个词啊，后面也会再看到，这个实质就是无漏智，真如就是这个人观的所诸法实相嘛，所以它实际上本论呢，实际上将这个真如或者诸法实性跟人观的智啊，所以连所缘境跟人观智基本上是合一的啊，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的啊。这个也是唯识学他比较不认同的地方，他认为，就唯识学系来说，这无漏智啊，它虽然可以观这个所谓诸法实相，可是无漏智还是属于有为，有为就是生灭嘛哈。那真如法性呢，是属于无为的哈，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基本上两个可以说它是可以相对性啊。可是它不能是同一啊，合在一个。好，那接着我们就看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啊。分别发趣道相，我们在这之前来看一下，它主要有几个内容啊。总标不收了的话，就是性成就发心、解心、发心，还有正发心。那个关键词就是发心。那发心有分阶位啊，或是分这个层次的高低，性成就就是初住的菩萨发心，那解行发心在本论，因为不同的经论的定义上不太一样，就本论来说，这个解行发心在十住十行十回向的最后，那你可以理解是他的第十心，就十回向的最后已经前面已经修集足够的福德智慧之量，那在性成十回向最后，因为要进入所谓的加行位，这时候他发心，这个、叫解行发心。那加行位之后就是所谓的见到位，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是属于正发心。每个阶段菩萨的发心，他的成就他的功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好，稍微来看一下，在性成就发心里面又可以分为所谓的发心者，就是强调的是谁可以发心，就是性心成就。这边性心成就并不是说我皈依三宝，我相信佛法僧，我相信佛法就叫做性成就，它实际上是有一些条件，有一些有些内涵 要知道的。第二项是发心的相，就是有什么发心的特征呢？第四是四方便。那这边瓜福山的四方便，实际上就是说明用四种修行的方法来成就，或是来铸成这个所谓的发心。好，第四项就发心的圣德，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功德？第五个就是退不退的抉择。简单说啦，你正发心的话一定是不会退菩萨，还是就是 就一定可以成佛。性成就发心也是可以，不过程度上来说还是正发心是比较有保障的。那解行发心它因为内容很多，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因为内容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就是主要是一个内容。那正发心呢又分为所谓的地位，还有第二个是正智，那正智又分别说明这个智的体还有智的用。那正发心就是初地以上菩萨的发心，基本上已经亲证实相，得了一分的法身，破除了一分的无明，所以他的这个智实际上是已经可以升起无漏智。瓜福三是发心相，瓜福四是圆满。好，那正说跟事宜主要是说，哎，这样的菩萨有没有可能一念片知啊？所谓的圆满就是到佛的时候，
佛的一念是不是可以遍知所有众生的心念，那另外是佛身，佛的身体有没有可能骗一切处去救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属于事宜解释的，等于说它是对这个所谓的自体跟自用，体是什么？骗一切嘛，就是大智慧光明意，那自用就是骗这个自然业用，佛造净土建于众生这一类的。好，我们接着再看回来讲义。好，看先看文的哈，讲义的328页，分别发趣道相者，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一切菩萨发心修行趋向义故。略说发心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信成就发心，二者解行发心，三者正发心。那一样先跟前面的文脉啊，就前后连贯了。在解释分中，就是我们属于第四章，一开始先显正义嘛，显正义呢就是先说明一心二门，叫第二节。那第三节就对治邪执，导致说这个是属于所谓的性相门，就是显正义就是属于他的性，就是一切法的本质或是大乘法的本质核心是什么。那对治邪执也可以说是相，或者是都可以包含的，显正义对治邪执都可以包含所谓的性相。那性跟相在注脚589，我引了几个，那先简单的说了，性比较是属于本质，那相是属于外表，因为一般说我们透过这个所谓的外现外相而去观察它内在的本质嘛，所以性跟相在智论也好，或者在导师的说明，基本上也是依着智论而来的。性相有几种，有时候是可以说一样，所以有时候自性就等于自相，那有时候有一些稍微的差异，不过总的来说啦，性比较是属于它的内涵内在，相是属于外表。好，分别发趣道相是属于行跟正，就修行得果，所以是修行跟正果的部分。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关于怎样去实践，怎么样去修怎样的法得到的果。另外的就是要说明这边所说的要朝向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就是跟佛所证的这个菩提，跟他学习那证佛所证的内涵，那这个菩提也叫做道了，所以叫分别发趣道相。这个道呢，在注脚的590，实际上也有，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道在佛教的语词上的使用，它有可能是道路，就是方法，那有可能就是先这边所说的觉，就是菩提的意思。所以从发心的深浅来说有这三个。好，另外的开始就要解释所谓的发心。发心跟我们一般的起心动念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佛的功德，看到出家人的修行，还是看到佛的清净自在，想跟佛学习，所以我们就发跟佛学习的心。这样子虽然叫发心，可是这边所讲的发心实际上是要求这个最高的或是最圆满的菩提，无上菩提。那这样的心并不是我们想一想就好了，所以它有一些附带的条件，所以导师这边讲发心是发起愿求希愿的决心。那之前我大概有提过这个发菩提心，如果要翻成英语要怎么翻，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一种决意啊，对我而言这种发心啊，它是一种决意，就是有点像 resolution 嘛，我们说那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它一般我们中文说新年新希望，好像这个是一种愿望而已，可是它并不是只是愿望，所以导师说这个是愿求希愿的决心，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决意，就是立志要成就什么，或者是 aspire 或是 determined 或是 resolve， 类似这种决意。所以发心呢并不是一般不是
不能说一般般，就是不跟其他声闻佛教不一样啊。虽然我们说觉这个声闻啊，独觉它还是有觉悟，可是它的觉悟呢，跟佛还是有差异的啊。这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了啊，常听过的就是什么所谓的三兽渡河的故事嘛啊，就有三类的动物要渡这个大河啊，就是象、还有马、还有兔子。虽然都可以渡河，可是呢，唯有象是踏的这个河底稳健，而且是缓慢，就是它很稳健的渡过这个河水的啊。那除了这之外，在《阿含经》也有提到，佛他是可以自觉觉他，那阿罗汉实际上他是在借由佛的教导啊。那虽然我们说声闻啊，应该说独觉呢，他成就那一世没有佛的教导，但是他过去是一定受过佛的教导，只是他成就当世当生没有受佛教导而已。所以总的来说，声闻独觉还是要受佛的教导。所以这边所谓的菩提呢，觉呢是这个无上的这个大的，所以依这样来说发无上菩提心，那一般说简称发心的。那发心就是刚讲的发起这个希望跟佛一样的这种觉悟，所以朝以佛为目标，以佛为学习的对象啊，升起这个心啊，落入于实践。所以最初的发心呢，应该就像一个立志愿啊，立志需求而说了啊。好，这接着是引的古德说，这个大圣道不出二位啊，我位就是证这个无上菩提果，在因地就是发这个所谓的无上菩提心啊。所以一般说发菩提心，菩提心实际上这个菩提是要觉悟这个圆无上的菩提啊。好，那本论呢，从发心的深浅而说，刚所说的这个性成就、结心还有正发心。那什么叫性成就发心呢？就对于三宝无上菩提深信不疑，这样深信不疑并不是别人说我们就相信，而是我们借由理解思考确信，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圣解。我们前面或者之前有提到佛教讲的信心，信呢是以净信，就亲近我们，如果我们成就或者我们升起这个佛教的信心，这个信字当下我们的心是很清净很宁静，我们对未来是不会担心，就算我们将来还会轮回，可是我们已经找到方法慢慢的可以降低减少轮回，乃至可以帮助所有的或是更多的人一起从这个所谓轮回离这个所谓轮回。所以深信不疑才有办法叫信成就发心，信成就啊。那这边有个不退转的，不过这边的不退转大概在佛教语词也是一个很关键，就导师或是一般的说法，菩萨的阶位啊，实际上一开始并不像这个华严经这个所谓的五十个阶位，什么实性、实住、实行、实为相啊，实地等觉妙觉，它可能不是这么完整的五十个阶位，一开始可能就是大概四个啊，就可能发心啊，哦，那这个不退转也是其中一个菩萨位等等，大概有四个阶位的啊。那这个不退转导师的书上啊，其他书上有提到，我们后面啊，等一下会看到了，可能有分几个叫什么行不退啊，啊，信不退、行不退啊。正不退还位不退，大概导师的理解有四种，可以分为四个。这边所讲的不退转实际上是从所谓信心不退而说，就对这个所谓的佛菩提或是对大乘法不会再退，可是你信心不退不代表这个修行的阶段不会退。简单的说，信成就发心等同于这个所谓的发心住了出住菩萨说。好，第二类解行发心，那出住以上一直到十回向中的菩萨，那这个阶段呢，在解证密经叫做圣解行地，因为这
阶段的菩萨，这一类的菩萨对诸法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又修了种种的资粮，有解有行，所以叫解行。可是重点不是刚刚所讲，重点是后面。但本论的解行发心，它只是指的是圣解行地终了。那导师认为这个是属于加行位的菩萨发心说，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是十回向的第十心啊。当然或许不要这么明确，我这让大家比较好理解，而安利说大致上是属于这个第十心啊。那正法心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啊，初地菩萨分正法身了。虽然发心有这三个阶段，可是总的呢还是朝向这个无上菩提而发起修行这种动机啊，所以同样叫做发心啊。好，那信成就之前的菩萨怎么有办法可以升起所谓的信心成就呢？那导师这边就留下伏笔啊，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修行信心分就是本论第五章的内容，就是说假设还没有到这个初住，还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的信成就之前呢，他还是要修学，修学内容实际上不超出所谓的六度了，六度的内容。好，那在这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刚我所提的就是这个，如果依本论来说了，这个发心住开始这个阶段一直到十回向的中，最后就是法界无量回向心，这个假设了啊，终了可能就是相对于这个第十心啊，十回向的第十心啊，那这个阶段都可以叫做信成就。不过呢，解行发心实际上是只有在十回向的最后，这个叫解行发心。那初地以上开始乃至成佛之前，这个都属于正发心。那我前面也有提到了，就是说本论讲初发意跟初发心基本上是一样的概念，指的就是初住初发心住。那在般若经不一样，般若经有时候初发心它可能就可以到不退转，初发心可以成就佛道，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了。所以简单的可以理解，简单的说了，这个地方发心住叫做信成，发心住以上到十回向中了，这个属于信成就发心。那十回向中最后心的话，就是属于解行发心，所以这个是比较少，比较这范围比较少的。那导师说这个就等同于所谓的加行位了。那正发心就初地以上，这个就属于正发心，所以大致上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好，那我们再接着就是要讲这个所谓的信成就发心。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有瓜符一到五的内容，那除了发心者里面它又分别了，它主要是要说明到底是谁发心，那谁发心要修怎样的行。所以第一个是明发心成就者，第二个是发心不一定。那有什么情况发心 不一定可以成就这个所谓的佛道，是怎样的情况。好，发心相又一个是证明跟事宜的。那这所谓的证明跟事宜就是说等一下会看到了，等一下就是说发心用三种心来成就菩提心。好，等一下会看。好，那我们再接着这个讲义的331，就是要开始说明这个发心者，这个对象就是信心成就的。好，文信成就发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所以他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接下来要回答就是到底是怎样的人可以发心，应该说可以成就信心而发心，那到底要修怎样的行为呢，可以得这个信成就堪能发心。好，接着第二段第二行啊，所谓依不定聚众生有熏习善根利故，
信业果报，能起慈善，厌生死苦，欲求无上菩提，得值诸佛亲诚供养，修行信心。这个呢，就是属于所谓的发心成就者。依何等人是问这个众生的根基、啊、那修何等行是说所修的法门或是他的方法。好，先回答，直接的回答就是依不定聚众生。所以众生略分是有所谓的正定聚、邪定聚还有不定聚。那在注脚595呢，个人是找了有不同经论的定义的，那导师这边的说明似乎也就是不一定啊。好，正定呢就是一定可以朝向这个圣道，那就本论来说就是初住的菩萨，他一定可以成，一定朝向无上菩提，朝这个成佛迈进啊。那邪定聚是决定走恶道，走恶趣。那导师这边有个，就是说短期内没有回小回邪向正，趋入圣道的可能，所以这是短期内，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定就是固定不变的。好，第接着讲所谓的正定聚，正定聚就是五根已成就，就是具有这个信、静、念、定、慧。静呢就是精进嘛。那邪定聚导师这边说明是造五无间业的人，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那除了这之外呢，一般的人天它是属于不定聚，所以欲善知是说正法就可以成正定聚，那相反的可能就成邪定聚。所以人生难得可以离三途八难，如果六根具足，可是他根器还没有确定，这时候就是可以休息而成就这个信心而发心、啊、那人去的众生、啊、和不定聚的众生也 不完全一致、啊、所以他这个还是要有附带的条件，就是说要有所谓的熏习善根力。如果过去没有修习善根，没有听闻佛法，就算是听闻佛法，这个所谓的熏习善根力，善根呢没有强而有力，他的信心也难以成就了，或者他发心的不见得可以成就。所以这边所谓的熏习善根力，不是真如的内熏，就内在的熏习，这种内在熏习是一切众生都具足。这是说这个除了内在的这个清净法的熏习之外呢，我们众生自己要怎样发心啊，生这个见佛闻法的动力，或者要修布施持戒，还有信解这个佛法要义啊，闻而施这种智慧，这个才叫做熏习的善根，有熏习的善根力了。所以并不是这种真如的内熏之外，所以这个是属于外在的，你要实际上要去付出，并不是心里想佛法那么好、啊、真的佛法很好就这样子而已、啊、不是要真的落入于行动。所以有人就会问嘛，学佛一定要皈依吗？学佛一定要受戒吗、啊、如果从这来看是一定要的，因为借由戒来降服我们，先降服我们外在的行为，那依由外在的行为来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所以这些内涵这些善法实际上都是来对治我们烦恼。所以呢，不要认为它只是一种形式，有时候这种形式它会在日常生活潜移默化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的烦恼转为薄弱了，让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不受烦恼系缚，变成所谓的随从或是仆人。好，如来这个自体熏习，这个等于这个唯识中所说的本性住种性啊，本性住种性啊，这边所说的外在就是之后所修行的持戒布施乃至修智慧，这些所谓的熏习善根力是叫做习所成种。
习所成种性，那这个观念是蛮重要的呢。本性住种，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注脚，我觉得这个可以还蛮值得看一下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